家好，我是金子。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三大辩驳第一代。嘿，对，这第一代看起来好像已经快要结束了。上一次我们的进度是到南木被处刑嘛，但是因为阿德伯出现，是他幸免于一死，可是他掉都不懂去哪，不懂掉去哪里的。然后突然间就出现了这个开头，疑似是开头出现过的画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那所巨大的学校坐落于市中心最高级的地段，就像那里即是世界中心似的。这个是开头的画面嘞。私立私立之希波米内学院，嗨，集合各领域的超一流高中生，以培育精英为目的的政府公认超特群学校。有人说，若是能从这所学校毕业，人生等于几乎等于是成功了。似乎是有拥有数百年历史、不断将有前途的人才送往各界的传统学校。这是一个以培育肩负国家未来的希望为目的，非常适合称为希望学院的地方。差点被绝望所迷了。进入这所学校的资格有二：必须是当届高中生，必须是各领域超一流人才。有一个不是人，已经不是高中生了。学校不会募集新生，只有被校方挖角的学生才特准，才准许入学。在这可以招上好几个超字的超厉害校门前，我就招在这里。然后，怎么又来到这里了？为什么？奇怪，这里是我在坚硬的桌子上醒来，身体格外沉重。我在无聊的课程中确实有时候打瞌睡。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会趴在桌子上睡觉？什么鬼东西？而且这间教室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点，出来正常的了。为什么好像出现了一个黑白熊的东西？好像是垃圾场的一个，看起来很像是。好不容易意识与肉体好不容易同步，然后终于醒来，还是说这依然是梦？绝望的噩梦之中，不，这不是梦。飘散在周遭令人不快的恶臭说明着这可怕的味道。光线照不进来的昏暗空间，铺满地面的垃圾堆，这里就是地下垃圾场了。这就是我所身处的情况。可是问题是，接下来要倒在这里等死，怎么可以那样？这可是伙伴救回来的一条命。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发生的事情。Alter Ego 是 Alter Ego 救了我，挤出最后一点微弱的力量救了我。所以我不能放弃，就算是为了救了我的伙伴也好。就这样，我展开了绝地求生。等一下，这好像是某个游戏的名字吧？首先是找寻出口啊，不就只有这里的出口吗？你让我看一下那个下面的搜寻，来看看啊，那个桌子，这个书桌嘛，一定是和我一起掉下来的东西吧？然后那个。这是机器人吗？看起来是别继续猜想下去比较好。这是这个吗？对不对？这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飞机？为什么这种东西会被丢在学校垃圾场呢？是真的飞机哦！我的。咔嚓咔嚓，上手！咔嚓咔嚓，不管试几次都不行，用推的、拉的或踹的都没用。没这么简单是吗？没办法，那先别管出口，接着找吃的吧。这种垃圾堆。怎么可能有东西可以吃啊？都臭掉了，不管是什么，果然不行。接下来找水，该怎么判断是可以喝还是不能喝的液体？这也不行，简直是走投无路。但也不能就这样放弃，我还活着，只要活着就绝对不能放弃。阿基拉梅奈，我对自己如此激昂的宣言后，接着我做事是睡觉，哈哈哈，睡觉。一股脑的睡觉，为了想尽办法保留因为不吃不喝而流失的体力。我想应该已经超过一天了，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睡，然后等待从天而降的灵感。可是从天而降的却不是灵感。蹦咚，咦，寂静之中四周响起异样的声音，令我不由得惊跳起身。这是什么？定睛一看，上面的垃圾堆隆起了奇怪的形状，好像有什么掉下来的，从上面掉了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个大型垃圾也掉下来了吗？我
戒慎恐惧的伸出手朝掉在的垃圾堆争取。ちょっと。怎么大型垃圾证明了？是的呢。随着这声音，他从垃圾堆中出现。ひどい匂いね。先不管那个味道了，我想问一下你，你刚刚是爬出来的，对不对？那个东，请问你头上那个东西是怎么这么完好的待在你的头上的？它上面是你的强力胶吗？キリキリさん，你比我想的还有精神吗？你怎么会在这里？それは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来救你的。雾气同学，我很高兴，可是那个头上的垃圾，他面无表情的剥掉头上的垃圾，然后重新面向我。ね，先给你这个吧。总是先吃吧，有话之后再说。谢谢你，我几乎是用抢的接过他递出的面包和水，只花了几秒就把那些塞进胃里。哦，活过来了，这么一来又能努力了。你果然没有放弃，那当然了，毕竟乐观积极是我唯一的优点。你这个优点挺不错呢。嗨，小姐，你怎么会跟着下来呀、啊？可是啊，有些同学。为什么你会来救我？それは为了还人情，不应该说为了赎罪吧？赎罪。あなたは班级审判时，你明知道我意见中的矛盾，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吧？你果然察觉。ええ。可是即便如此，我却没有救。私は我对你见死不救，见死不救说的太夸张了，不一点都不夸张。我贪生怕死，对你不见死不救。你想要救我，我却对你见死不救。だけど但是。不是我要找借口，对不起，他刚刚说大概的，我就习惯性说但是，对我来说，有着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理由。そうね。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理由就是。つまり。我来这里的目的，咦，就是那个让我下定决心来希望峰学院的重要目的。所以雾月同学是有某个重要的目的才来希望峰学院咯。哎。本来是那样。本来是那样，因为我忘记了，直到最近才想起那个重要的忘记了这，我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失去记忆的，所以是真的吗？雾气同学失去记忆啊？你不相信哦？哪一个坑？哪一个坑？我不会给的吧。来这首直销后，我们遇到了第一件怪事，我们昏倒了，对吧？然后在这醒来的时候就被关在这里了。所以，接着在那里昏倒后醒来不久，就觉得自己有种奇怪的不协调感。どうやら。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就失去智力啊！那时候我忘记了，忘记我来这所学校的重要目的，还有自己被称为超高中级的能力，可是竟然忘记了，为什么会这样？ね。很不可思议吧？实在不觉得是偶然，对吧？这种随心所欲设定好的发展，终于跟到了，恭喜恭喜！那么难道雾气同学失去的记忆也是你不会错的，是莫黑手做的呀，莫黑手夺走了我的记忆。可是莫黑手为什么要这么做？想到道理也只有一个，我的目的还有我的能力对莫黑手来说是一种阻碍，所以莫黑手才夺走雾气同学的记忆。でも可是这样一来，反过来想就代表我的记忆和学校之谜和莫黑手的记忆十分有关，所以我才会想要查出真相，为此我一直独自调查。可是如果是这样，别自己行动，早找大家帮忙救。なんで？如果大家一起行动，很快就会被幕后黑手盯上，而且幕后黑手也有可能就躲在我们之中。So， 别露出那么苦恼的表情，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可是既然有可能，就不能不管他吧？幕后黑手就在我们之中，也就是身边没有人能信任的状况，所以他才一直独自进行跟自己有记忆有关的调查。Demo。话虽如此，果然一个人还是有所极限，所以我才会请你帮忙呀。可是为什么找我？因为我觉得你是幕后黑手的可能性最低，虽然这完完全全只是直觉。这样啊，不过你的直觉没有错，像我这么平凡的人不可能是幕后黑手。僕は知っている。僕は全部知っているはずだ。僕の目的は。ここから出ることじゃない。这是他之前在梦里面梦到的东西。ここに残ることなんだ。又来了，又是之前梦到的梦。可是，刚才他看到的是什么？ね。ネギ君、どうしたの？不，没事，没什么。应该没什么吧。ね。别看我这样，我是很信任你的，只是因为我很不习惯
依赖别人。So, 或许我太不会依赖别人，所以可能很多事情让你无法接受。老实说，几乎所有事都无法接受。不过这或许就是温学同学的个性吧。可以啦，温学这么可爱漂亮，嗯，没事。虽然知道温学同学为什么一个人进行各种调查了，那么结果怎么样？你想起什么了吗？それは大部分都还想不起来，不过至少关于我的目的和能力，我终于想起来。温学同学的能力是？私は我的能力，周遭的人应该是这么叫我，超高中级的侦探啊！其实我也多少猜到了，因为怎么说，你知道他那个打扮，他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很精明干练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点。重点就是他可以若无其事的去触碰尸体，而且检查的这么仔细，从这一点看来，他一定很习惯这种事情，那就是验尸官，那就是警察，要就是侦探。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差不多预料到了，完全不太意外的感觉，超高中级的侦探。我来希望峰学院的目的就是来这所学校跟某个人物见面。某个人物是谁？それは就是希望峰学院的校长。校长？为什么温学同学要跟校长见面？因为他是我爸爸。咦？つまり我从小时候就与爸爸分开，他就是希望峰的校长。温学同学的爸爸就是希望峰学院的校长。所以温学同学才从 L D A 狗头上听到校长事情才说才会。私は我会找。咦？咦？私は我一定会把校长找回来。必ず必ず。あのさ、你怎么了，温学妹妹？私は那个时候我的记忆还没有恢复，但是我却有很奇妙的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当然的，因为跟校长见面就是我的目的啊。原来是这样。だけど可是啊，苗木同学，避免你误会，我话先说在前面。我之所以说校长不是摸黑手，并不是因为袒护他，只是把我潜入校长室的时候感觉到的事情说出来罢了。你在校长室看到什么了？それは我潜入校长室的时候，里面的抽屉和柜子都是被乱翻过的状态，也就是说，可以想见有个对那个房间，可以想见，可以推测到这种被表示嘛？可以推测到有个对那间房间不熟悉的人进去过了，还是一样不是很顺的感觉。可以推测有一个对于那个房间不熟悉的人曾经有一个对那个房间不熟悉的人进去过，这样子吗？岳父，那就是摸黑手。我是这么想的，而且为了确认这个想法，我才决定用这把钥匙前往宿舍二楼。可是为什么要去宿舍二楼？因为我同时在校长室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平面图，希望峰学院的全校平面图。这是跟那把钥匙和站在海的个人资料一起从校长室拿出来的。根据这张平面图，宿舍楼似乎有个教职员的个人房，一定有部分的教职员住在那里吧。然后这里也有校长的个人房，那间房间一定有摸黑手的线索。就在我这么想着展开调查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的目的就是跟这间房间的主人见面。原来温学同学去宿舍二楼就是为了调查校长的个人房。だけど，可是因为宿舍二楼没有监视摄影机，也没有。附带一问，宿舍二楼是怎么样的地方？用说的没办法说明清楚，但是私は造访那个地方的瞬间，我觉得这所学校发生的事是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可怕事件。什么意思？それは你应该亲眼去确认才对，不久后一定会有机会。好像别有声音了，而且有点诡异。哇，怎么这么多地方？我所在的在这里完全没发现过那种事。你是指张安海被杀的事情吧？我先说清楚，不是我杀的，当然应该也不是你，就是我也看得出来啊。我知道，可是这一辈子让我才搞不懂，除了雾气同学跟我以外，大家都有不在场证明。这样一想，到底是谁杀的？黑幕一定跟这件事有关，不有错。说到底，张安海的班级审判就是为了要杀死我的班级审判。为了要杀死吴杰同学呢？为了引出偷出重要的钥匙，还用钥匙消失的我被杀。摸黑手才利用了班级审判，利用了班级审判，因为摸黑手有不能直接下手的。他和，难道是校规？没错。
学生们可以自由调查关于希望峰学员的一切，本校不会特别加以限制。つまり，既然有那则校规，对校规有所坚持的墨黑手就不能下手，所以才会为了杀我而利用班级审判。因为太坚持校规，所以不能直接下手，这简直就像墨黑手本身被校规束缚。ね。还有另一件事情，关于张若海的杀人事件，我有句话要先说。有句话先说，本来那时候被杀的人不是张若海，有可能是你啊，墨黑手。哦，就是那个梦嘛，就是那个梦。我可能会被杀，你心里应该有数吧？这难道是说那一天晚上面的那天晚上的事？私は，我可以听到死神的脚步声。咦，我可以听到死神的脚步声，也可以说是被卷入世界的能力，这也是我身为侦探的能力。とにかく，那时候也一样，我莫名觉得不安，偶然从宿舍二楼探头看楼下。就看到一个白影穿过走廊，我马上追过去，然后我看到那个人影走进了你的房间。そう。于是我就撞见那个场面，当然我立刻出面阻止。だけど。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我阻止了蒙面人接近，之后蒙面人就以尸体的状态被发现。そう。接着后来一连串的尸体伪装，还有把我盗藏的钥匙放在我的房间。恐怕全都是墨黑手做的，为了要用班级审判排除爱死。也就是说，杀死张若海的凶手也是墨黑手。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是这么想。是的话就糟了，就代表墨黑手只要有心就能随意杀人。不是啊，我还是觉得那个，我不懂，我真的无法理解，我真的还是觉得那具尸体是为什么？我不懂。咦？可是这不是矛盾的吗？因为墨黑手就是不能直接下手才能透过班级审判杀死巫学同学的吗？是、对，矛盾的。不只是杀死真人台，说到底想要班级审判杀死我，还有出于没办法之下改为要杀死不是凶手的人，一切都很矛盾呀。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被逼急的是墨黑手。乃木君，再过一阵子应该就能看到墨黑手的真面目了。看到另一个超高中级的绝望，我真的没，居然还有另一个吗？另一个超高中级的绝望，被杀死的张男孩，他确实是超高中级的绝望没错，但是超高中级的绝望不只有一个，不止一个人。超高中级的绝望，这个词是指的是你发某个事件的那群人，那个时间难道就是一年前人类史上最大最糟的绝望事件？人类史上最大最早的绝望事件，引发这起事件的那群人，就是超高中级的绝望。どうやら，好像是只以绝望为行动原理去插进你的最恶劣的群人，那些人就是不会错的，让我们遇上这种事的万恶根源，就是超高中级的绝望，我们真正的敌人。第五章。现在才正式结束了第五 ，To be continued， 又跳出这一个，跳出那个 To be continued 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梦之导火箭什么东东？要保存资料吗？保存？对，是这个吗？错。超高中级的绝望，那群引发一年前的人类史上最大最糟的绝望事件。把我们卷入自相残杀、校园生活，甚至还拟定现场转播计划的那群人，最糟糕、最绝望的一群，这就是墨黑手的真实身份。终于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可是现在应该先，とにかく，总之先离开这个脏乱的地方吧，等出去之后再讨论。也对，离开，我离开。不是同学有带那个东西吗？从校长室偷出来的黑白全面密道具。秘密道具要是秘密之宝库，当然有带。这是把墨黑手逼得走投无路的重要关键啊！我怎么可能隐身呢？那个可以打开校园里所有的锁。所以，没错。那么应该也可以用在他们上吧？居然了，我还以为是要跟他对话直接走。问些同学，只要用那本钥匙，应该也可以打开这扇门吧？所以，试试看吧。他把手张黑白熊造型的钥匙缓缓插进钥匙孔。然后太好了，开了，这样就应该就能出去了，走吧。
我们打开生锁的门，生锁什么意思？离开垃圾场。终于，好不容易，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喘息，因为真正的战斗现在才要开始。哇，什么东西？超高精级、超高终极的不幸而引来超高终极的杀人，超高终极的来看完。什么？超高终极的处境和超高终极的绝望的理由？什么啦？好长哦，这什么鬼标题啊？穿过垃圾场之后，来到一个有如直立隧道的烟囱状空间，墙壁上有一个铁制的梯子。我们爬上那个梯子，朝地面上前进。哦哦，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这个什么完美完美那个什么，这个是打码的吧？这是打码了，对不对？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梯子，完全看不到天花板。然后爬了一阵子，连地板也看不见了。这个垃圾那个垃圾场，原来在这么深的地方。ね，别踩空了，你摔下来我也没办法接住你的。嗯，好，我会小心的。话是这么说。可是，一旦在一起来，反而或许讲几句话，转移注意力比较好。那个啊，雾雀同学，我有件事情想问你。雾雀同学是超高中级的侦探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侦探的？什么时候开始？それは很久以前就是了，从我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当侦探。雾雀家是代代以侦探为业的家族，从侦探这种职业比现在更神圣的时候开始做起。那么。雾雀同学的家族很有名吗？違う。不，正好相反。即使是同行，应该也几乎没人知道。咦，为什么明明是那么悠久的家族？そう。因为那是我们家族的骄傲，骄傲。え。侦探不是光明，也不是阴影，正因为不是正义，也不是邪恶，所以才能掌握唯一的真相。我们的立场必须永远保持中立，为此必须跟世俗有所区隔。所以我们才刻意隐藏自己的存在，刻意隐藏。そうね。这种做法很古板，而且也不能说是合理的想法。但是我们还是遵守那个想法，毕竟这就是所谓的骄傲呀。骄傲，原来是这样啊！原因就是这个啊。入学前，我看希望风学院新生讨论串的时候，雾雀同学来历不明，也是因为要守护家族的骄傲，所以刻意隐藏。でも。但是我却违背了那份骄傲。咦，私は我为了要进入希望峰学院，向学校推荐自己，明知道自己身为雾雀同家的侦探，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违背那份重要的骄傲，雾雀同学这么做的理由，雾雀这么做也想进入希望峰学院的理由。你这么期待跟父亲见面啊？既然如此，那也没办法啊。え？期待跟父亲重逢，怎么可能啊？咦，因为你很久没跟父亲见面了吧？应该有很多话想聊吧？違う。没什么好聊的。不过导师有话想说，有话想说。私は。我有些话不论如何都想跟他说，直接面对面说。那是什么话？それは。断绝关系。断绝关系？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所以虽然不知道细节，但他好像是个很聪明的人。身为雾雀家下一代当家，好像是个很有前途的难得人才。可是他却很讨厌侦探这个职业，所以脱离了雾雀家。然后他借着我母亲过世的机会离家出走了。哇塞，这个父亲也太怎么了吧 ？Oh my god！ 就把一个年纪还很小的女儿丢在家里，然后就这样走了，而且还挑那个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女儿的妈妈去世的时候离开，有点过分。跟当家的我的祖父大吵一架，只留下还很小的我。他一定有什么理由啦。我觉得你的父亲其实也很想带雾雀同学走。So. 既然如此，我可得感谢他呢。谢谢他丢下我，因为我跟他不一样，这份工作是我的骄傲，雾雀家也是我的骄傲。所以我打从心底庆幸他没有带我走，因为。万一我被他带走，我就没办法当侦探了呀。从先爬上梯子的我这边看不到雾雀同学的表情，所以雾雀同学是用什么表情，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说出刚才那些话，我无从得知。只是那时候的雾雀同学跟平常相比，好像话变得有点多，好像在赌气的样子。我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毕竟他也有他的人生。别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形同陌路，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唯独一件事我无法原谅，
无法原谅的事。それは周遭的人看我的眼神，我被遗弃这件事情，我并不觉得可怜，反而还很庆幸。でも可是周遭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被当成被父亲遗弃的小孩，一直被那种眼神看待。私は我已经受够了，受够我的过去被他的影子纠缠着。我想要做个了断，把他从我的人生中，所以必须由我来开口，告诉他我要断绝和跟他的关系，为了清算过去，为了把他从我的人生中剔除。不过对方应该早就忘记我了吧？可是明明就是一家人，竟然要断绝关系。違うわ。我跟他只有血缘关系，仅此而已，只有血缘关系，感情上没有交集。ね。这种关系能称为家人吗？只有血缘关系，感情上没有交集。巫师同学斩钉截铁回的这些话，我完全无法理解，所以我只能闭嘴了。只能闭嘴了。我默默地继续爬梯子。然后过了一阵子，我们终于到了。哦，这个没屁，没事。这里好像就是尽头了。那扇门的另一边就是希望风雪屋，我回来了。宿舍废弃物室的地板上有一扇门，对吧？应该就通往那里才对。我事先把锁打开了，所以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开启。我试试看。我把右手贴在头上的门，然后用力推，门很顺利的被我抬起来了，然后门就出来了。我回来了，真是条漫长的梯子呢，都是他害得我累死了。先不论算不算平安无事，总之我们好像勉强回来了，回到这所希望风学院。雾气同学，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得救。不用跟我道歉，我只是要答谢之前欠下的人情而已。这是我们刚才出来的门，没想到这里竟然通往地下的市场。好哦，继续对话。可是啊，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啊？虽然侥幸逃过囚禁，可是如果被莫奈所发现，不只是我，连救了我的布奇同学都有可能受到牵连。你担心我？这是当然啦。既然如此，直接去确认看看吧。咦，直接去？是吗？去问问看黑白熊啊，问你逃走是不是不会。这，Demo. 反正就算躲起来，也迟早会被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巫师同学这么说着，指向监视摄影机。与其等待被抓到，不如自首比较轻松。没问题的，不会发生你感情的事。因为被逼急的是莫黑手才对。被逼急的是莫黑手。你之前也说过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それは那场战乱海的半年审判中，墨黑手就自己暴露出自己的，暴露出墨黑手自己的破绽，墨黑手的破绽。So. 实际去跟黑白熊谈一谈就知道了。而且在对方发现之前，与我们主动过去才是上策。为了让交涉朝有利的方向前进，我有一点不，我很不安啊。但只能去了吧，我觉得巫师说的有道理。哎，去体育馆吧，黑白熊应该就在那里。行きましょう。体育馆。没事，我们再传送一次。之间的反应不过，真的没问题吗？哼哼，难道是被巫师同学救了吗？亏我还特地体罚你。那你那又怎么样？体谅。如果指出正确的凶手，就只有凶手要遭受体罚。虽然很悲哀，但这是校规嘛。我和你开走。要再体罚一次，这次肯定要体罚。巫师同学，谁要告诉你们这故事的？咦？雷姆。但是在那之前，我有一句话说。如果处刑人物同学，就代表你输，这样你无所谓吗？啊啊！我输。喂，什么意思啊？答对。再说那场班级审判就是你策划的吧？为了要把碍事的我引出来杀死。是吗？
也就是说，本来是我会在那张生单子上才被处死。等一下，你在说什么啊？でも，可是你失算了，这都多亏楠木同学放过我的矛盾点。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毕竟你应该想不到有人会在那种场合下袒护别人。So.然后在那意想不到的发展下，你做出的答案是把楠木同学当成凶手处死，这是一个很牵强的选择，不是这样。你应该也觉得楠木同学是个东西，害怕不照你计划行事的楠木同学。だけど，但是这时就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在等着你，企图妨碍楠木同学处死的人，然后对。对你来说是失算的吧？既然有人即使死了也要救别人，这样的时候，这就是真相。杀死张仁海的人不是楠木同学，而是你。いいわね。但是你却处刑楠木同学，这应该是你最讨厌的违反校规行为吧？因为凶手只有在正确指数的时候才会被处刑，你是这么说的吧？所以是我输了。很敢说嘛，竟然说真正的凶手不是楠木同学，而是我。Yeah! 所以你有什么证据？ So. 没有啊。没有任何证据，竟然说的这么白，在胡闹吗？说的这么肯定，结果根本没有证据。別にいいじゃない。只是现在没有罢了，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很快就能找到了。そうよ。毕竟不管怎么隐瞒，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真実はいつも一つ。白空难，没事。好像是别东西来的。什么、啊？说那种像某个名侦探一样的台词。我跟名侦探没胆得空，没事。だって，如果楠木同学是凶手，就不会特地出现在你面前。应该会害怕杀人的罪名，害怕被处死的罪名，更凄惨的四处逃亡才对。一边被你最喜欢的绝望侵蚀。但是我们却在这里，不希望放弃希望的面对你。なんだよ！你想说这个就能取代证据？你以为这样我就能接受吗？ええ。的确，你应该不会接受吧？可是，正在收看这个的人们也一样，即使就这样处刑楠木同学，他们应该也不会接受。咦？そうよ。就这样处刑楠木同学，在收看这个的人们应该也只会这样想吧？因为被我们说中了，才会强行处刑。いいわね。让我绝望是杀不死希望的。ね。如果要说自己借口，那么只要证明给大家看就行了吧？不，应该就只有证明一点。如果没有洗刷冤屈就杀死楠木同学，你就等于是承认自己输了。如果你想要动力这么大的让我们绝望，就应该接受我的。そうするべきよ。你应该这么做才对。所以那个题是怎样？そう。重新举办一次丈人孩子死的班级审判，这次一定要是一场以校规为主的公平审判。そこで最後の勝負をしましょう。然后在那里一决希望と絶望をかけた。最後の勝負よ。Oh my god， 好燃哦，好燃哦！ね、搭配这个 BGM 超燃的。怎么样？这发展很适合作为高潮吧？公平的审判一决胜负，就是说揭晓杀死张仁海的幕后手真实身份的审判。但是这种胜负对幕后手来说，他根本没理由接受，一定会不由分说的处刑我。咯咯咯咯，面白いな。クマ。面白いクマ。クマ。どうかしたクマ？我尝试改变了一下风格，因为差不多腻了嘛。不过这种发展好像也不错，熊熊，确实很适合最为这个是错字吧？作为最后不愁熊熊。つまり，意思是说你接受。リベンジ。这样一来，你跟观众也都能接受了吧？你会心甘情愿的绝望吧？既然如此，那就来呀，熊熊。是你们的希望会赢，还是我的绝望会胜出？楽しみクマ。勝負だクマ。既然是一决胜负，那就代表我还有机会喽。クマ。但是毕竟是难得的最后高潮嘛，如果是单纯的猜凶手带单调了吧？リベンジ。所以为了符合最终对决，我就让你们解开所有的谜了。所有的谜，潜藏在这所学校的收谜团呢，如果可以解开那些谜，楽しみ就算赢了熊熊。そうね。我们也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打算的。那就决定了，熊熊。如果能查出杀死张仁海的凶手还有杀人手法，并且解开学校之谜，我就承认你们所有人赢了。但是如果办不到的时候，
就重新我们算了对吧？楽しみくま。直到 IT 的时候，我们会展现出怎么样的绝望呢？我们才期待。いいわね。解开一些谜，在谜团的时候，超高中你的绝望到底会怎么样的绝望呢？总觉得世界好像变得很不得了了。ね。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搞清楚一件事。你之前说过这种话吧，在学生间发生杀人事件的时候才会举办班级审判。了解したくま。ね。我想先确认一下吧，你这句话没有错吧？不用这样试探我啦，我就告诉你吧，熊熊，发生的一切都以笑就归为准，熊熊。当然，举办张仁海的班级审判也不例外哦，熊熊。嗯，张仁海的班级审判也不例外，发生的一切都以笑归为准。那么杀死张仁海的凶手就是？顺便给你们一个提示，熊熊，我之前也说过，熊熊，这场自相残杀校园生活的参加者，总共就只有16个高中生。附带一提，自相残杀校园生活开始后，活着进入希望峰学院的人，也只有这16个人哦，熊熊。咦，你说的是真的吗？搞什么？突然不说话。我又变成五步了。我告诉你们来哟！你神气。那就说到这里啦，我没有任何话要跟你们说了，所以快点给我滚出去！我突然生气了。是不是情绪不稳定？好啦，好啦，快走啦！我们都快走啦，走不走？真的可以走吗？没关系啊，反正之后大家会一起被体罚嘛。我会为你们做好准备，准备去特别的绝望体罚。不，太长啦。那我们走吧，同学同学。不，到底。伴随着背后那阵黑白熊有点错乱的诡异笑声，我们离开了体育馆。点，虽然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总之没有被处死，勉强平安的活下来了。但是没想到真的这么顺利，我又多了一个非向巫师同学道歉不可的理由。巫师同学，谢谢，这一切都是多亏了巫师同学。要高兴还太早了，真正的送父现在才要开始。对，话虽如此，我也一样松了一口气啊。对方答应我的要求真是太好了。可是啊，乌黑手为什么会答应巫师同学的要求？其实那种要求，乌黑手应该也没有好处才对。それは。他不得不接受啊。咦？だって。因为那就是我说的乌黑手的破绽。说到底，乌黑手的破绽到底是什么？それは。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但乌黑手不是说过吗？这里的校园生活情况正透过讯号干扰的方式在全国实况转播。嗯，对，是有说过。听到这番话，你有什么想法？应该没有办法轻易相信吧？毕竟干扰讯号实在太不真实了。そうよ。之所以不真实，是因为这种事很少发生。换言之，就是这么困难的事。だけど。可是摸黑手却办到。つまり。反过来说，他有即使这么困难也仍非做不可的理由。それは。他不论如何都想让世人看到我们自相残杀的样子。让世人看到我们自相残杀的样子。どうやら。摸黑手不只是要杀死我们，而是坚持了让我们自相残杀。定义那种校规应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确实是呢，如果没有那种校规，我们应该不用自相残杀才对。是吗？换言之，摸黑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自相残杀，然后让世人看到。可是这是为什么？是。恐怕是为了证明。ね。你知道我们希望峰学院的学生们被世人称为什么吧？希望，对吧？そうよ。被誉为希望的我们沉沦在绝望中自相残杀，他想借由让世人看到这副模样来证明绝望优于希望，这就是超高等级的绝望幕后黑手的目的啊！证明绝望优于希望，为了那种愚蠢的理由，そうね，确实是很愚蠢，也很没有道理。可是那群被称为超高等级的绝望的人理所当然会这么想。如果是那群只以绝望为信的人，可是就凭那种理由折磨大家，ナイキ君，我能体会你想要生气的心情。可是啊，正因为有这个理由，幕后手才会出现破绽。咦？つまり，正因为有让世人看到我们自相残杀的目的，幕后手才会格外坚持自己制定的校规啊。
如果幕后黑手无视校规行事，就不是自相残杀，而是单方面的虐杀了。少なくとも，至少，正在收看这个的人们眼里应该是这样吧。所以幕后黑手才没有办法直接杀死我们。そうよ。这就是我没有直接被杀死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多碍事的存在，我依旧没有触犯校规。没办法像江之岛同学违反校规的时候那样亲自下手杀人。我在看这里，我还是在想，你女的，你根本就是那具尸体吧？啊，所以我上次讲的是真的，对不对？就是那个张恩海，还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幕后黑手，然后躺在地上那个其实是被伪装成张恩海的那个盾子的尸体，对不对？所以幕后黑手才会利用班级审判，企图以表面上遵守校规的方式杀死我，设计没有正确答案的班级审判，想要把我塑造成凶手，但是那也以失败告终。这都多亏了乃木同学，所以因为这次失败，幕后黑手出现了更大的破绽，处刑不是凶手的乃木同学，正因为幕后黑手在这场实况转播当中暴露了这个事实，才能够接受雾气同学的提议吧。欸、为了让向世人证明绝望优于希望，需要用完美的方式击败我们。是吗？所以，如果让大家知道他违反规定，对幕后黑手来说很不方便，雾气同学则是反过来利用这个想法，逼幕后黑手接受这个提议。不过让他出现破绽的人是你，多亏你相信我才能开拓活路。可是啊，你居然能这么了解幕后黑手的计划和想法，像我就完全没发现。違う。不，我没有证据，只是单纯的推论，所以只是嘟嘟看而已。太好了呢，毕竟好像被我说中了。他这么说完，重重吐出一口气，简直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老实说，我好久没这么紧张了，可是实在看不出来。因为你要从要去看见黑白熊之前，感觉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啊、用充满自信的态度对话，这是交涉和游说的基本条件吧。而且如果我一副很不安的样子，你只会更不放心吧。我或许是这样没有错，真没面子，真没面子。可是也不能只顾着高兴，我们只是在得到再次战斗的机会罢了。如果没在这里获胜，一切都没意义了。也对。雾气同学说的没错，如果赢不了幕后黑手，我们就无法胜出，我们只有获胜之途。但是在最后的搜查开始前，也需要跟其他人说明一下呢。可是啊，毕竟都已经弄清楚敌人的身份了，接下来只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把幕后黑手逼到绝境就对了。大家同心协力。でも会这样吗？咦？とにかく。总之，先跟大家会合。行きましょうか。走吧，他们一定就在宿舍的某个地方。啊，我哪里知道他在哪里？啊，不是 F， 按错了。地图，宿舍。啊，不是，没有显示，我猜是在餐厅啊，我们去餐厅看一下。可是这样子就无法显示他的手上那个符号了，我真的不懂。来到餐厅与我，讲念错。来到餐厅的我与雾气同学遇到的是黑白熊，沙回，又是你啊！坏了吗？情绪不稳定，你该有个限度吧。沙小，你到底刚刚想？他走掉了、欸。demo。结果到底是怎样？就在我忍不住叹气不久啊！哦哦，だよね。感人的重逢。みんな、やっぱり苗木だ。どの角度から見ても苗木だよ。あら、生きてたのね。まったく、ゴキブリ並みのしぶとさだな。念のために聞いとくけど、幽霊じゃねえよな。这个傻笑他。大家都在那里共同战斗，努力活下来的伙伴们。一看到大家的人，我就忍不住稍微泛出泪水。なんだ。等一下，有股臭味。なんだこれ？真的好臭。是苗木身上传来没洗澡的小狗的味道。哈哈，眼泪说就说一句。
便缩回去了，靠北。咋想？乃木君，感动了同我。得先大跟大家说明刚才黑白熊那件事情。难的。说明什么？嗯。话说木仔逃走不会有事吗？被握黑手发现不是很不妙吗？そうね。我有件事要先跟大家说明，这件事和刚才提到的问题有关。必须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最后一场班级审判的事。最后一场班级审判，つまり我们要再举办一次真人海的班级审判了。啊？咦，要重来吗？どうだってな。重来，杨木仔应该就是凶手吧？就说不是我了。違うわ。杨木同学不是凶手，当然也不是我，更不是你们的任何一个人。啊？那么谁做的？なるほどな。握手做的吗？哎、欸，你是说那个摸黑手杀死张仁海的吗？我又不是张仁海啊。对，这一切都是摸黑手策划的陷阱，而苗木同学发现的那个陷阱，想要阻止他。だけど，结果因此害他被阻止。なんだと？发现了陷阱，也没有那么清楚的察觉啊。不过算了。でも，但是处刑不是凶手的苗木同学，这行为明显违反规定的吧？教规上应该也有写着，凶手会遭到处刑才对，也就是说，摸黑手违反校规了。所以我就去跟他谈判，为了再次举办班级审判。啊？摸黑手答应了吗？只因为触犯自己制定的规定？他应该不得不接受吧？你是用那个讯号干扰我的事情当谈判筹码的吧？そう。你察觉到了。当然的。上一场班级审判结束后，你说过。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反正是莫回首这句话，就是指那件事吧。企业者？喂，我都没参与到啊！哼，不懂的人，等一下去问过去吧。所以，结果我们到底该怎么办？それってさ，只要揭露杀死张仁海的真凶，也就是莫回首是的杀人手法就行了吗？哼。但是应该不只是这样吧？嗯，对。如果我们要在最后一场班级审判中获胜，就必须解开这所学校所有的谜团。学校所有的谜团，我们至今一直在调查，但还是几乎什么都不知道。とにかく，我想你们应该隐约察觉到了，如果这次落败，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处死。ありえねえ！处死所有人？どういうことなの？等一下，我不要随便接受他们挑战呐！只要这样就好了，只要这样可以这样跟白夜大人一起生活就好了。我倒是想尽快离开这里。とにかく。总之，我们唯有揭露真相，才能继续活下去。哼，面白い。就是最终挑战吗？这发展还挺有趣的嘛。でも，但是除了要揭露摸黑手的真实身份和杀人案的手法之谜，还要解开这所学校的谜团。太高潮迭起了呗。可是这次的班级审判跟过去不同，敌人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搜查，一定可以解开谜团的。这很难说吧？咦，私は大家同心协力搜查的意见我无法赞同。为什么无法赞同？毕竟要解开学校之谜，大家同心协力搜查一定比较好。对，当然我也这么认为。直到我听到黑白熊的那句话，那句话，我之前也说过，熊熊这场自相残杀校园生活参加者总共只有十六个高中生。附带一提，自相残杀校园生活开始后，活着进入样风学院的只有这十六个人的熊熊。なるほどな。原来如此，黑白熊说过这种话，所以我都会觉得是大奇怪的啊呢。既然如此，目前的意见应该也没有错。咦，为什么？つまり，正如刚才目前所说的，如果杀死张仁海的人是摸黑手，那么摸黑手应该也踏进过这所学校才对。如果只是杀人就算了，植物庭院的伪装只靠操控黑白熊是不可能完成的。つまりだ。但是根据黑白熊所说，活着进入这所学校的人，似乎就只有参加自相残杀校园生活的十六个高中生而已。那么摸黑手的身份是？一开始聚集在玄关大厅的十五个人，然后加上张仁海共十六个人。所以就在这些人当中。而且这十六个人当中还活着的，就只有在这里的我们几个。接下来不用明说，用说也明白了吧？所以莫黑手就在我们当中吗？不会吧？等一下，还不能确定吧？那些会有可能只是黑白熊为了扰乱我们而讲的。确实是有那个可能，但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罢了，跟莫黑手就在我们当中的可能性一样大。只要有可能，就不能不管。
提到超高中级的学长的时候，就可以确定幕后一手是超高中的学长。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可是啊，如果幕后一手就在我们当中，就代表那个人在操控黑白熊吧。可是黑白熊在动的时候，有人做出那种奇怪的举动吗？それは。也许是透过躲起来操控。でも。再怎么躲，如果躲起来好几次，一定有人发现啊。そうじゃねえのか？那么黑白熊就全自动呗。对话和动作都是事先输入好的，既然如此，就没办法那么流畅的对话了、啊。哼，不，只要有人引导对话，应该不是不可能。或许是这样没有错，可是我还是觉得，当当当当。校内放送です。お前らすでにご承知かと思いますが、これからこの殺し合い学園生活は。真の廃刀編へと突入します。そこで公平を期すために、学園内の部屋のロックは全て解除しちゃいます。好きに調べてちょうだいな、思う存分謎を解いてちょうだいな。うっぷぷ。では学級裁判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ギャハハハハハ。好机车的感觉、解开所有的锁还真是很慷慨啊。妈一的聊天时间结束了，快点开始搜查吧。可是不论如何，我打通一开始就打上进行过。戸上の名にかけて。事到如今能依靠的就只有我自己，只有我体内留着食神之血。你们也没空顾虑其他人吗？你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只有我留着食神。我总觉得这边好像放纸药会比较适合。谢谢。じゃあな。再见。食神丢掉这席话，快步离开餐厅。白夜大人，他没有带我走。哎呦哎。哎，这是当然了呗。没有白夜大人的你们这些人，就像没有咖啡和牛奶的咖啡牛奶，换句话就是价值也没有。所以再见。接着，福特同学也一个人踱步离开餐厅。哎。走掉了呗，所以雾雀仔也想自己行动吧？嗯，对，嗯，也就是说剩下的就只有门木仔和草木奈仔嘛。だべ。看来我一个人行动比较好。あった。那句看来是什么意思啊？どうだってな。等着看吧，我会用我的超级占卜，漂亮的揭开幕后黑手的真面目。哈哈哈哈。夜雨一边发出高亢的笑声，一边离开了餐厅。啊，大家真的都自己走掉了呢。讨厌的同学打算怎么办？我也自己一个人试试看吧。でも，不过我不是不相信大家哦，だって，只是我啊，至今一直没派上用场吧。我总是依赖阿英还有其他同学，怎么会没派上用场？有讨厌的同学在，帮了大家很多忙啊。苗木，苗木人真好。でも，可是啊，我还真的是没帮上什么大忙啊。よし。所以啊，我想至少在最后一次好好努力。找出能帮助大家的线索，所以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就是这样，我们下线喽。草原奈气势如虹的跑出餐厅，然后剩下的又只剩我们了吗？对啊，又只剩我们了。雾雀同学也要一个人行动。だけど，那你别误会，与其是个别搜查，但不是不合作。それは，大家应该都一样，这样啊也对。即使是个别行动，也不代表不同情协议。只要想是分头搜查就好了，然后只要大家之后再同心协力就行了。也对。じゃあ，那么我也差不多该走了，毕竟要调查的东西堆积如山。そう。刚才黑白熊说，校园里所有的锁都解除了，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所有地方应该都可以搜查了。过去没办法去的地方也可以去了，对吧？ナイキ君，苗木同学一定要解开真相哦，一定哦。接着，雾雀同学离开，只剩下我，我也没时间悠哉了。没错，得开始才行。幕后黑手就潜伏在我们当中，我还是无法相信。既然如此，就由我来证明，亲自向大家证明，幕后黑手并不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然后揭晓幕后黑手的真面目，解开这所学校的谜团。大家一起离开这里。首先，再看一次战日海相关的黑白熊打探吧。因为在剧烈爆炸中受到损伤，尸体的身份不明。爆炸是被害人死后发生的，
瀑布的刀深达后背，被这把刀上刺伤了就整齐。此外，后脑有遭到殴打的痕迹，应该是被跟铁管差不多粗的棒状物殴打的。即除此之外，全身有多处伤痕，但都不是近年发生，而是以前就有的伤。证人还杀死身份不明的他的凶手，就是摸黑手。为了揭露他的杀人手法，我该搜查的地方是，首先就去以前上锁无法进入的房间吧。四楼的校长室，四楼的资讯处理室，里面有黑白熊图案的门，然后还有五楼的生物室，还有拉下铁卷门的宿舍楼，那里的搜索结束了。接着也需要重新调查一次跟杀人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植物庭院和武术场。好，那就开始吧。需调查之处的笔记记录在手册中了，可以进入元旦选择中确认。我们先去一楼，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在宿舍嘛，那我们先去宿舍楼看看。宿舍楼这边是仓库啊，对。这个黑钥匙，铁卷门打开了，终于可以通过了，也可以去宿舍楼了。既然如此，只能去了吧。Go go！ 然后就看到一片废墟，我的妈！这里是宿舍楼，而且有血，有番茄酱哎，简直就是废墟嘛，不应该说是，简直就像战场，一副遭到爆破的样子。然后我们这里之后，后面是楼梯，对啊，这里没有的调查。你看这里有番茄酱啊，这代表说有人死在下面，对不对？哦，雷路亚，真的假的？我先看这里好了。这一步就是可以走进去的，跨过那个瓦砾走进去就好了嘛，奇怪。这个也走不进去耶，我的。这个、可以进去。好哦。Oh my god， 这里也是一大堆番茄酱呢。太多番茄酱了啦，大家。好哦，那我能够调查旁的就是。破破烂烂的床，不，应该说根本连床都不是，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大型垃圾。然后我就拿到那个勋章，从门缝偷看里面，然后立刻关上门，根本看不出本来淋浴间的样子，变成一堆瓦砾了。它变成瓦砾了，所以这里没东西。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这边有个女厕所。这里是女厕，就算是这种地方也不能是女厕啊！真的假的啊？走进去看一下嘛！我是女的啊！哦，我进男厕所才奇怪吧？我进男厕所才奇怪吧？然后还不给调查这些东西，哇塞！而且重点是，这里看起来应该是很久没有备用过吧？什么草？说好的草莓果酱呢？为什么是番茄酱？啊，就番茄酱啊！你不觉得吗？看起来就是这么色的颜色，看起来就是番茄酱啊！什么东西？这个啊，这边也是有番茄酱，你看，番茄酱。那这里下面也是有一个人，有个人死掉。那边也是有一个。然后这是什么？我又下意识按死贝斯了，我想要跳起来看。这是哪里？哦，整个坏的乱七八糟。这里是置物柜室吗？已经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希望风学的学生们的。也就是我们的学长姐们用过的置物柜吧。哦，雷鲁亚，每个都可以调查。这个置物柜怎么看都打不开，根本不需要试。这个置物柜被钉上铁板，应该打不开。应该打不开吧。反正打得开，咔嚓咔嚓上锁。手把上有个读卡机，这个读卡机应该是就是置物柜钥匙，这个跟那个很像耶，跟学校区二楼更衣室的读卡机很像。印象中那个读卡机应该也对应电子学生手册，那这个置物柜一样，好试试看吧。我拿出自己的电子学生手册后，试着把它拿到读卡机前面，然后都不行吗？或许只对应本人的电子学生手册，那就代表我们没有人打得开咯。那我call你，还是说，我要先去找那个电子学生手册，
我先不要来这边好了，因为它太多了，我不想一个一个试，然后结果发现啊，我没有那个，结果没有那个技能选手手在查里面有没有，那真的是白花时间。哦，我只剩这个地方，我不想回去了。这怎么看着像是下场室啊？而且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奇怪的凹陷，然后奇怪的颜色？那一怎么看着像是有隐藏门的感觉啊？这间房间该说不像是学生的房间吗？总觉得有一种成熟的感觉。这是校长的个人房。莫西同学，你在这里啊？我之前也仔细调查过这间房间，但还有些在意的事情，所以我才想再一次调查这个地方。咦，在意的是你在意什么？一脸紧绷，给人一种钻牛角尖、难以开口跟他说话的感觉。我想问他那个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啦？再看，还是这边，可恶！没有人上门。咦，墙上有奇怪的缝隙，设计不良吗？还是偷工减料？それは那不是普通的缝隙，而且因为那里有空气流通，墙壁的另一头一定有另外一个空间，空间大是指隐藏房间吗？做到这么明显的隐藏房间，有够没屁用了。我已经知道打开的方法。你说你知道，你已经知道打开的方法是找到什么机关吗？很简单的机关，简单到甚至犹豫该不该称它为机关呢。那台电脑里有类似的程式，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那扇门应该就会打开才对。Demo。可是最重要的密码，连我却没有概念。只知道使用数字和字母组成，这样还拿他没辙，线索太少。我从那台电脑搜寻他的个人资料，尝试过很多种方法，即使如此还是不行，只是知道他那些我不想知道资料罢了，真是白费功夫。这样子不太好。人家刚说第二句说什么？就是我说到在意的事情。皮革的椅子感觉不像是学生用的，应该是校长在用的吧？不，刚刚不就知道了吗？那有个东西摆在电脑的桌子，一定是校长用的电脑。居然吗？我还以为是桌上那本书。接下来看电脑。桌上摆了一台电脑，好像已经启动了。どうやら。他好像对超高中级的绝望做了很多调查的样子，那台电脑里留了他的调查结果。那么这里有超高中级的绝望的资料吗？だけど。可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资料，跟我之前告诉你的内容一样。つまり。超高中级的绝望这个词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集团。那群人引发一年前的人类史上最大最糟的绝望事件。只以绝望为行动原理，最差劲也是最恶劣的群们。就只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资料吧。居然只能查到这种程度的资料，就代表他终究只是个被误切加逐出的人罢了。傻笑，空山小。可是啊，如果是跟幕后黑手有关的资料，不管是什么资料都有帮助的。我很感谢他留下这点资料，是吗？那就太好了呢。好哦。话说回来。没想到居然有隐藏房间，我觉得同学会很在意也是很当然的。校长的个人房里的隐藏房间怎么想都会有线索，或许对他来说还不只是这样。不过想要进入那间房间必须先解开密码才行吧，而且既然连雾气同学都解不开，那我根本没办法。不，等一下，或许有办法。校长个人房密码雾气同学可能没试过，或者是不想去试的密码，比方说巫启同学的名字之类的。没有啦，我只是在讲密码的事情啊，讲说搞不好会是名字。果然没有试过啊，可是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吧。巫启同学这样讲自己的爸爸，怎么可能会用自己的名字去试密码？从巫启同学的个性来想，应该做不到那种事吧。那个啊，既然如此，可以姑且让我试试看吗？是。你不需要征求我的同意，如果你想试，自己去试就行了。嗯，好。电脑要试试看，如果错的话，这样会伤害他吧？有点猛。然后同学，你不用跟我客气，毕竟我打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推理是错的。好，那我就姑且试试看喽。我整理好心情，重新面对电脑的荧幕，只要在这里输入密码就行了吧？姑且箱子 ，kitty kitty kyoko， 我用罗马拼音输入这个名字
用紧张的动作敲敲键盘，接着我输入完最后一个字后，哇哦，还真的是呢。咦，开了，开了，不接东西。どうして？为什么？同学，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带着严肃的表情走进隐藏的房间。乌鸡同学，我觉得他心情应该很复杂吧。哦，天哪！等一下，我眼角已经看到了那个相框，那个相框太有好有点难过哎！我的天哪，突然间鸡皮疙瘩飞起来了。那个乌鸡同学。他看也不看我一眼，他的眼神只盯着某点看。这什么东西？礼物，包装的那么活泼的箱子，却又是这么奇怪的箱子的盒子。我可以不要先看那个礼物吗？怎么看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啊？那个，啊，过分！与淡淡的房间格格不入，包装莫名活泼的盒子。越看越可疑，这真的可以开吗？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可是总不能不开吧？好，来一个。杨木红前，你小心一点哦。这果然很危险吧？我想不是危险，只是你应该会吓到吧？咦？どうやら？依照我的推测，里面装的是至少应该不是看了会开心的东西。或许你们射得到？とにかく。别尖叫哦，该不会是尸体吧？这被肢解的校长的尸体之类的？因为他这一开始有说过嘛，活着进入校园的人就只有。16名高中生嘛，那校长应该就死了，所以这个里面装的尸体是不是这么小的盒子嘛？那应该是被肢解的吧？所以是会让我尖叫的东西吗？总之我就开看看吧。我一口气走到盒子前面，在内心鼓舞自己后，轻轻把手放在盖子上，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把盖子拿起来，光线慢慢照进盒子里，然后我探头看了里面。我把乌鞋同学撞个抛在脑后，乌鞋同学表示感，放声大叫了起来。居然是骸骨，居然还……等一下，骸骨，等一下，我想起来了，那个我们在开头的时候不是有看过一个动画吗？就是黑白龙看着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男人嘛，然后那个男人被送到宇宙，然后掉下来变成骸骨，所以那个是校长啊，太年轻了吧，看起来。盒子里面是人骨，从包装的很活泼的盒子外观根本无法想象，这也是当然的，怎么可能想象得到？なるほどね。跟遇到什么一样？为什么一样吧？毕竟这种盒子里面装着人骨。違うわ。我遇到的并不是装着骸骨和尸体。一样啊，这种盒子里竟然装着尸体，我也是意料到装着尸体，可是我没想到是。我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就是校长，那是我爸爸。咦，你说什么？是。那个盒子里装的东西，装的那个盒子里的骨头，那具尸体就是我爸爸。我爸爸死后的样子，怎么会？这是乌鸡同学的爸爸，就是乌鸡同学一直在找的爸爸。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为什么知道这是乌鸡同学的爸爸？それは。综合自己的资讯想一想，只能得到那个答案。刚刚我已经听我解释完了，校长在学院内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活着进入这个，所以综合这些资讯来想，我爸爸很可能是以死亡的状态待在这所学校，做了这么一回事。乌鸡同学用冷静的语气入戏分析，不，这不是冷静的语气，这明显是故作冷静的语气才对。跟预料中的一样，早就料到了。虽然乌鸡同学这么说，但是他内心深处应该期待着这种猜想落空才对，所以他才会根本不愿意看盒子里的东西。再说，虽然乌鸡同学说他是为了清算过去才找爸爸，但是乌鸡同学怎么会是只为了这种事情？他不可能只是为了这种事情违背自己的骄傲，不由得这么想。唉，沉重。小姐，不能随便跟他说话。好哦，所以我开始调查别的东西了。这是校长的书桌吧？感觉一定会有线索，很想仔细调查一番。可是我也不能随便乱翻乌鸡同学爸爸的桌子啊。ね。我也不能随便乱翻岳父的桌子。没事。
不用在意我，尽管调查吧，可以吗？我根本没有权利阻止你搜查，那么那就公堂不如命了。我从上而下依序打开桌子的抽屉，确认里面的东西。每个抽屉里装的都是工作用的资料，不过最下面的抽屉，这是电子学生手册对吧？而且是紧急用，放在校园放在校长桌子里的紧急用电子学生手册就代表つまり校长权限的电子学生手册，也就是没有限制的万能电子学生手册，应该可以这么想吧？果然是这样。どうやら看来对今后的搜查也有所帮助呢。你就拿走吧。咦，可是我是同学弟。私は我不需要。如果你也不要的话，摆那里就行。既然如此，就放我这里喽。真的可以吗？然后是这张照片，让人伤心难过的照片。咦，这张照片已经褪色了。这张是很久以前的照片，照片上的该不会就是……哎，我同学，本当に那么困扰，我为了轻松过去才特地来这种地方的。可是事到如今才让我看这种东西，这是要我怎样啊？果然是这样，这张照片就是雾气同学小时候的。可是既然一直带着这张照片，就代表校长一定一直很关心雾气同学。どうして？我本来觉得这次一定能从我的人生中切割，可以清算遭到抛弃的过去。我是为了这个才特地来找他，可是他又再次擅自不见，连我忘记他的机会都要抢走，真的是最差劲的爸爸。雾气同学。ね。杨木同学，你能听我说句话吗？咦，有件事啊，拜托，有事啊，拜托我什么事？それは我知道拜托你这种事有点不合理，也知道一定会给你添麻烦。可是，你能不能离开这里？咦，そう。我想稍微一下子就好，想一个人静一静。雾气同学，不用担心，我没事，我只是想要稍微冷静一下，ちょっと，想要一点时间整理整情绪罢了。那个雾气同学，之前雾气同学说过你跟爸爸的关系，说你们只有血缘关系，感情上没有交集。可是。他或许是用那张照片激励自己认真工作，期待将来有一天能够找我。你是这么想的？你说的或许没有错，但是单凭正确的言论无法说服我。光凭这张照片，并不能改变我的过去。私は没办法那么简单的改变我的想法。也对。とにかく等我心情稳定下来，我会马上回去搜查。所以稍微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嗯，好，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等一下，我好像有一个东西还没有检查过啊。No， 真的没问题吗？雾气同学应该大受打击前辈，因为连我都很震惊了。没想到校长竟然变成那样。摸黑手，这肯定是那家伙做的。那家伙杀害校长，雾气同学的爸爸杀害校长已经死了，就是开头。但原来不是他，校长不是幕后一手，那幕后一手身份是？就觉得说这样奇怪的。总共十二个人，这当中现在还活着的就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除此以外的所有人都被杀了。那个张仁海也是，他也毫无疑问的被杀了。可是我觉得那不是张仁海啊，奇怪了。也就是说，现在留在这学校这个学校的人，我石川叶福川草原同学，还有雾气同学，应该只剩这六个人了。那是。不可能，我绝对不信，一定还有其他可能，一定会有的。我还想进去调查，我还有东西没看过。No， 还有东西还没看。算了，我们先去那个看那个置物柜好了。看完置物柜再看看能不能回去看好了。那总觉得。
总觉得就是还有东西没看到啊，怎么可能校长室里面就只有这种东西这些东西啊？刚刚是哪一个可以开啊？哎，不是这个啦，啊，这个能打得开是什么吗？如果用在校长个人房隐藏房间找到的这本紧急用电子学生手册呢？好，再试一次看看吧。什么？我还要再点一次？这东西很难点嘞。滴滴，成功了，跟我想的一样，开了。好，赶快来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吧。不行吧，里面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当成线索的东西。好哦。啊，好多好多可以点。看看什么东西？这里没东西。这也是没东西。哎，这个有放到。看里面几乎没放什么东西，就只有一本笔记，只孤零零的摆着一本记事本，好像没写名字的样子，这下就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记事本。不过很在意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呢？虽然对主人很不好意思，但是还让我确认一下吧。其实写在记事本里面的字似乎是女孩子的笔记，不一定哦。有些我有看过男孩子的字迹超级可爱的，也有看过男的自己很整齐的，我的自己超级乱的，我一个女孩子，我的自己超乱的啦，而且所有的字都像是精心测量过似的，写的时候维持着相同的间隔。看来这个人个性很严谨，而且是有点完美主义者。咦，我正在翻阅记事本的时候，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看到好几个我熟悉的字语，把希望峰学院改建为避难所，并计划让学生们在此共同生活。关于这个计划，我决定直接去问提议的人，去问希望峰的校长，同时也是我爸爸。啊！接着我从他口中得到以下的回答：此一计划的目的就是保护天才们作为未来的希望。只有天才能克服天灾，而且也只有希望能战胜绝望。此一计划对我们国家来说，要说是最后的希望也不为过。必须将优秀的年轻人和肮脏的世界隔离，成为世界的未来的避暑，这正是唯一的希望。为此需要你们协助。爸爸是这么说的，他依旧擅自决定一切，真是个最差劲的爸爸。不接，不会吧？这本记事本的主人已经很清楚了，雾同学除了他之外别无。可是，就算这是雾气同学呢？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这个置物柜里？而且这本记事本里写的内容，跟至今我从他口中听到的话不相矛盾。雾气同学明明说从小分开后就没见过爸爸。关于这个，这不就一样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连忙翻阅手中的记事本，为了寻找可以消除脑中疑惑的任何线索。接着我翻到这本记事本最后一页，我脑中的问号越变越大。那一页上。用跟之前整齐的字迹判若两人，简直像是潦草时期的字迹写着。对，我没看清楚 ，What the fuck？ 我刚好上看绝望混进来了，所以我们才活下来。然后，可是另外一页写着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意思啊？不，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无从得知啊！啊，绝望一共有两个人。这根板子钉子一看就知道是不能打开的。里面没有东西，好，剩下这个吧。我的，这怎么看起来这么像夜影的灯？哎，夜影，你是不是有个哥哥或姐姐之类的啊？跟你一样很迷这个东西，看起来超级像夜影的那个。这柜子的主人一定是个不擅长整理东西的人吧？这里有个水晶球，水晶
星球吗？允许星球的库怎么可能？他不可能曾经用过这个赤乌龟。这是扑克牌，不对，是塔罗牌吗？嗯，塔罗牌，这是用来占卜的，只是碰巧吧。说的看起来就很像是电影的那个柜子啊。课本和笔记本叠成一叠放在柜子里，但上面蒙了一层灰耶。这个人一定不怎么会念书吧？不过我也没资格说别人吧。然后我随手，真的就是很顺手的拿起一本笔记本，但是看到那本笔记本的瞬间，这种随手拿起来看的心情一口气被打散了。傻笑。我不懂。我刚刚想说，应该是夜影有个哥哥或姐姐之类的，好可能也是很喜欢占卜之类的。结果还真的是他本人。咦，这本笔记本上确实写着夜影康迪鲁，这是那个夜影，而且这本笔记本上确实抄了好几次上课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代表他在这里上过课。不可能，因为夜影应该跟我们一样，才刚来这所学校才对。然后马上就被卷入这个事件，所以根本没办法上课。那这本笔记本是什么东西？完蛋了！等一下，我刚刚脑刚刚一边念的时候，一边在思考，好像了解了这柜子里为什么会有那两个人的东西，疑似夜影用过的笔记本，疑似物系同学用过的记事本，一定有什么原因。总之，现在能够继续搜查整个线索，我相信大家。我觉得你可以相信，因为我已经大概猜到了。综合巫邪所经历的状况，再加上大神之前说的那件事情，对，所以我这样两者综合起来推测来说的话，我已经大概猜到是什么了。啊，还不能来哦，好吧。哎，什么东西？这是放大，看错。三，啊，五楼。五楼有三个地方要去。五道场，先看这里好了。生鲜物体，看起来像恐怖片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对吧？我记得那个仓库里面好像就一个什么那个摊子嘛，这个被拿出来的吗？那不知道。这里是生物教室，好冷，我觉得这里是不是异常的冷啊？简直就像是冰箱里面，为什么会这么冷？叠放这塑胶垫，我觉得最近好像常看到它。哇，这冷到那个上面都是有那个冰哦，我的天哪！你挂着冰柱，都变白了。为什么？好冷，为什么这么冷啊？先找出原因吧。为什么？想让设置这奇妙的装置，好像在你看过那种装置，也就是恐怖片，放在平时间的保存尸体中的冰柜。难道这件生物教室也是？看来还是更加详细的调查一下这些房间。墙上设置着奇妙的装置，而且左半边的装置竟然是蓝色的灯，但是有亮的，只有左半边的灯，右半边的灯没有亮。然后呢？有一本薄册，好像是使用说明书的样子。本公司遗体安置冰柜是取代干冰的环保冰柜。柜内除了杀菌灯之外，还配有可以去除吸气体的臭氧制造器。只要将遗体放入柜亮起来，灯启动自动装置，冰柜将自动进行适当湿度、温度的设定，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的长期保存遗体。当内部系统出现异常的时候，将以红灯及警报声提示。另外，产品外壳为不锈钢制，你也可以自行贴上皮及贴皮。这个是这些冰柜的使用说明书吧？这个叫我终于懂了。果然没错，这个房间就是平时间。而且那个冰柜的灯，一定是只有冰柜正在使用的时候才会亮蓝灯，也就是说，亮蓝灯的冰柜里是牺牲的同学们。
没时间赶上，我会失去的同学们，现在我能做的就只有打倒墨黑石，为了这份我努力搜查才行。现在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好，我们去植物室吧。植物室还是先去武斗场看看，两个在刚好在正对面，走这里。植物室。咦，没有哎，刚刚还的尸体不见了，大小。刚刚 跟那个真的是有关的东西吧，依然只剩下四只，如果又变回来本来的四只也很可怕，就是看看装置里面这里没错啊，按错啊，点那个门，该不会尸体就在这里住一间吧，不得看看里面吧，果然这里好像也没有尸体的东西，不过这里有没有那尸体会摆在哪里，果然是那间生物教室，可是不能只出于尸体，这间植物间应该还有另一个让人在意的东西，那块塑料垫。那个在上一次班级审判上也是有问题的生物之一，保险起见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吧。检查一下，凶手为了不让尸体被洒水器淋湿，用了这块塑料垫。既然如此，这里可能留有凶手的痕迹。嗯，之前调查的时候没发现塑料垫的角落印了小小的印章。生物教室，所以这块塑料垫是从生物教室拿来的吗？啊，所以我是要先来这里哦，我傻眼，所以我待会还要再回去一次，是不是？啊啊，麻烦死了，就这样。我们先去一下武斗场，然后再回去生物教室。小姐，我真的在这里，在哪里？什么事啊？你也觉得我很恶心，想叫我出去吗？不是啊，想说你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没有啦，根本没有找到半点线索啊。跟世界有关的地方，想说应该会有什么线索才来看，结果根本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把我的盘来了，我说同学，你冷静点，叫我冷静，你懂我心情吗？你懂我那种等一下一定会被大家骂，说我根本配不上用场的那种心情吗？没有人会那样说，反正大人就会这么说，这好像无法否定。我受够了，受够不断被否定的人生，为什么大家都不认同我呢？这里好像没有佛像说的样子，看来好赶快离开吧，比较好。我这边有佛像说完 ，Sure。看一下好了。是不是那个有问题？那个地址？好吧，我这刚刚都没有。不好意思，我先去厕所。先去个厕所。
部生物教室。不是我要说，真的是超级超级那个恐怖片的感觉。然后先看这个镜子。哎，居然没有吗？我想说看到那个仓库里面的，应该这边也会有什么新的资讯之类的。那应该是这边的吧。啊，还是没有变化，奇怪了。哦，有了。难道从植物庭园消失的深蓝海洋是不是也在这里？居然很想调查，可是要怎么开这个冰库？那怎么开？这边吗？使用说明书。哎，不对啊！我刚刚突然想到。他现在有七个灯是没有亮着的，就代表说有七个人还活着。啊，对啊，就，我好像有点混乱。啊，对啊，还是跟我想的一样，就跟我想的一样嘛，就是他把肚子那个尸体来撞死嘛。啊，所以，我这里没有资讯，我怎么？结果还是一样嘛。资讯处理器，哎，资讯处理器，啊，所以真的诺伊斯是真海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哪一个？真的是突破完成的吗？好像也不太对哈，因为那个好像哪里怪怪的，顿时问他问题哦。啊，苗木也来这里调查、啊，传说那同学也是，也还是很在意嘛，很在意那扇黑白熊的门。嗯，我在想，如果校园里的锁都被解除的话，应该也能够进到那里面。对吗？可是我一个人会怕不敢开啊。因为如果爆炸就像往前了吧，所以你们问你去开了。虽然他一定没有恶意，但是我被转绝对爆炸无所谓吗？无所谓吗？那我就看了。啊，等一下我要去避难，如果爆炸就糟了嘛。哈哈，慢慢开吧。他应该没有恶意吧？我觉得他是没有恶意的，只是他说的话有点恶意而已的。我一用力，门出意料的被轻易打开。哇哦！没有爆炸，但是我的第一印象是哇，科幻电影的场景，我也有同感。地上有一扇门，现在比较在意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机器。这所学校每个地方都很诡异，可是这里感觉最不舒服哎，总觉得是不同型的嘛。可是我很想看这个门哎，为什么？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简直就像操控什么东西的面板，那就操控黑白熊那么明显。总觉得看起来好夸张啊，简直就像是军事设施，确实是很像。很像机器人动画里的驾驶舱，对吧？三年看到应该会手舞足蹈吧。驾驶舱，黑白熊图案的房间像驾驶舱的操控面板，也就是说，难道？好，总之先操控看嘛，我按按看那个按钮好了。等一下，谁这边让铺的话，但太迟了。常人的手指已经按下操控面板的按钮。嗯，是不是有什么声音？隔壁房间好像传来什么声音耶！承认的同学，你按了什么按钮？我不太清楚，我想我应该是按了那个写着资讯处理室的按钮。资讯处理室，仔细一看，操控面板上面并排写着好几个写着房间名称的按钮。当天也有资讯处理室的按钮，承认同学一定是按了这个按钮。可是资讯处理室就是那边的隔壁的房间。就是刚才传来奇怪房间声音的房间，也就是我们刚才待过的房间，稍微去确认一下比较好。嗯，拜托，我会怕，所以在这里替你加油哦。这是什么？刚才的声音，如果我想的没错，嗨，是黑白熊对吧？喂你，给我听听去。
吵了赖，没有错，只找到吵了赖同学。阿仁阿仁，你被看穿了，为什么？阿尿阿尿。话说回来，这是什么？附摄影机的遥控器吗？你不知道就拿来操控吗？摩吉摩吉。不是啦，从我这里看不到是操控什么。没资格。啊，好像发现什么了，有个自爆的按钮。吵了同学千万不要按啊。好可惜，本来想按它。总之，这是弄明白的。隔壁黑白熊图案的房间里，那个操控面板的意义，就回去找看看。啊！能够怎样？我刚才到底是怎样？是黑白熊？咦？什么？刚才吵的那同学操控的是黑白熊？黑白熊？咦？怎么了？我也错了。那你的操控面板就是用来操控黑白熊的东西。也就是说，幕后黑手在这间房间里操控黑白熊，对，就是在这间房间，幕后黑手就在这间房间操控黑白熊，而且监视校园的资讯处理室跟这间黑白熊操控室是不同的房间，也就是说，那，说不定幕后黑手无法同时监视我们的床黑白熊。那时候物理同学说中了呢，但是，可是啊，如果幕后黑手在这间房间操控黑白熊。就代表幕后黑手一直待在这所学校里吧，确实是这样没错。可是既然如此，日常就只有十六个，果然是这十六个人之一吗？不可能，应该不可能吧？这么明显的还要？老木你怎么了？你表情好可怕哦！啊，没有，没什么啦，这样那就好。那曹睿同学你怎么了？因为总觉得很诡异吗？那这是幕后黑手待过的房间，也不知道设了什么陷阱，的确不是不可能。虽然很不希望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啊，该怎么说？阿诺萨，没有，你不要离开，就是既然说他有这门，我想要看，搞不好里面就装着那个备用的黑莓装置，这有没有？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爆炸了嘛，搞不好那边就是装了满满的黑莓装的啊，可以拿出来玩之类的，没事。也对，的确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这间房间上。那走吧，好，不要，我要看这个。苗墨怎么了？快点到。好，奈，你是雷队友，我想要看到你。你想知道那边是什么东西？关上资讯室处理室大门的瞬间，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刚才的声音是，他上锁了资讯处理室的门锁起来了。咦？我马上握住刚才放开的门把，真的锁起来了。可是为什么？上手是当然啦，因为资讯处理室封锁了。黑白熊，我也太心大了吧，竟然随便封锁。I know that。对，是为你们好啊，毕竟如果一直开放那个房间，不就没办法操控我了吗？宛如即将悟的我不再死，你们想想看，气氛会有多糟啊！那果然刚才的房间就是。就跟你想的一样，是用来操控我的房间。既然如此，现在的你也是有某个人在那间房间操控哦。对呀、啊。什么那种？说不通啊！刚才我们待在那间房间的时候，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嘛。的确没有人。没有人？我不，你有仔细调查过吗？有没有仔细调查可疑的门？傻小，原本还以为是藏了一大堆那个自备用的那个黑白熊，结果是那个摸黑手就躲在那里面，是不是？难道是地上的门？不，我到机会呢。过无论如何，像我们是从里面上锁的，从里面也打不开啦。总之这间房间已经封锁了，不能再搜查啦。所以你们要负责整个其他人哦。走掉了，真的吗？最后一手就躲在里面。考虑到房间确实被封锁，我想大概是真的吧。那都是因为我说要离开房间。不，反正是那家伙藏身的门从外面也打不开啊，所以不是超人同学的错了。救命！没关系啦，反正他从里面锁上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剩下的时间不多，得仔细想想，在这段时间你能做什么？也对，说到我能做的事，就只有体力劳。那么我就负责去跟大家说那间房间的情形，我会四处奔走告诉大家的。好，多亏苗木我打起精神来了。那马上去啊，等一下见喽。常人同学这么说完就全速跑开了。没错，我也得做我能做的事，只有这条路了。剩下什么地方？校长是吗？校长在哪里？好，这里。哇，好，
好宏伟的感觉。这也是校长室啊，虽然有听说过，但实际上是第一次进来。苗墨你也来了，阿师生。啊，我要给师很壮观的书架摆这厚重的书和资料。话说回来，你来的正好，给你铺路。师生有趣东西是，你看就是这份资料，就放在那张要说权威也没，其实也没多需要，没多有权威的桌上。第78届在校生名册档案，我们15个人和张恩海的个人资料都被归档审理在此。司马里，看来第78届就是指我。那么之前在巫邪同学房间里找到的张恩海的个人资料，なるほどな。对，那上面有写的78届，那时候都是81届。巫邪那家伙恐怕就是从这份档案上撕下来的。然后张恩海的个人资料跟我们归档在一起，就代表司马里的。果然没错，张恩海跟我们一样，都是希望风学院的新生。张恩海第16个高中生，郭建同学也是看到这个才知道那件事的。话说回来，看来他很聪明啊。你什么很聪明？郭建同学偷出那份个人资料的时候，从撕破的方式和纸皱成一团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匆忙的带走那份。一定很匆忙的吧，毕竟他是偷偷潜入的。不过那又怎样？大概是因为太匆忙了，所以那家伙只拿走一页，只拿走一页。张恩海的相关个人资料总共有2页。咦？司马里，也就是说那份资料还留有我们才不知道张恩海的情报。哇，这个也难解。你要看77届的，为什么不是看？别自己问，别一直问，自己看。这恐怕是校长自己起的类似调查报告的东西。希望通过校长，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但他留给我们相当有趣的线索。我一边听着时辰的声音，一边用视线扫过文件上的字。张恩还会突然归国，背景似乎跟某个存在关系匪浅，被称为超高中敌的绝望的存在。现在甚至不知道那是指个人还是组织，但是张恩还无疑是跟那个存在有所关联。有某种不祥预感，看来必须尽快进行超高等级的绝望的相关调查，还有必须密切注意张恩海的动向。虽然只是我错觉，但我总觉得他很危险。他是芬里尔的一员，身经百战，但在入学体检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称得上是伤痕的伤，没有身体，从这项事实来看，可以轻松得知张恩海的战斗能力优异。虽然我很想相信身为一名学生的他，但万一他对其他学生来说是个危险人物，想必需要适当的处置。张恩海超高中级的希望之一，看来这果然没错。既然如此，墨黑手的跟张恩海应该是同伙同伴。既然这样，为什么墨黑手会杀了张恩海？那个尸体，那是本来就是尸体吧？那个盾子的尸体吧？因为。他上面也是，刚刚也有提到啊，没有上面没有伤口，就代表说那伤口可能是那时候盾子身上死掉的时候造成的伤口。还有，张恩海似乎拥有连资料长都提高警觉的战斗能力，居然能杀死那种人，是在非常出乎意料的状况下动手吗？还是说墨黑手拥有比他更强的战斗能力呢？なんだ。苗木，你怎么了？まあいいだろう。你似乎在思考很多事的样子。我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告诉你这份资料上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情报是什么？你应该有看到这份资料上附的照片吧？是一个陌生女子的照片，混在我们78届新生之中的陌生女子的照片。只要这样想，应该很可以轻松联想到她。还有那份资料上应该也有记载关于照片中你们的资料：169公分、44公斤，还有三围，由上而下是80、55、80。你觉得怎样？觉得怎样？身材真好，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别搞错了，白什么意思是？要你之后接了一下，那些尸体也有可能有什么万一啊？万一也就是说，那些尸体可能不是战人孩子这个意思。虽然觉得不可能，但保险起见，还是先调查一下比较好。身材真好。苗木也在想什么？決まりだ。就这样交给你了，果然还是要我跑腿。你将张恩海的个人资料记录在手册中了。哼。
还有另一件事情要跟这里说一声，就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要给我的忠告，你跟目前的感情还算不错，该说是感情不错，某些同学帮了我很多忙嘛，最好别太相信他，つまりだ，不然的话也许会遭到沉痛的反扑。为什么跟我说这些？是我的直觉，但是我的直觉很准，要信还是不信，是你的自由。我不写放在心上，我不放啦。我总觉得就只是这样子的，身材真好。那记号真的是太靠北了。还有别人吗？没有呢。地上散落着许多文件，感觉好凌乱啊。好凌乱啊。应该没有了。这是展示柜里面摆着奖杯和奖牌。好了，没东西了。确认一下，所以我是要去哪里？当当当当！啊，审判了。校内放送です。お前ら頑張ってる？不是呢。調査は順調に進んでるかな？あのね、頑張るお前らに優しい僕からヒントがあるんだよ。うぷぷ。ヒントが欲しい人は急いで体育館まで来てください。怎么了？突然说要给提示，这显然很可疑，或者是陷阱。虽然知道，但记得刚才说是要到体育馆去吧？这是犯贱吧？就是知道觉得很可疑，还是要去？阿姨，不，文木仔。怎么了？怎么这么惊讶？没有了，什么事也没有。咦，你是刚才听了刚才的黑白熊直广播才来体育馆的吧？不过已经去过了，所以现在正要回去呗。咦，已经听过了，黑白熊肯定是什么？抱歉，我是失陪的呗。啊，等一下，叶颖无视于我叫他的声音，逃也似的逃掉了。叶颖为什么要这样？那样感觉就像是在躲我。我想跟叶颖确认置物柜室里的那本笔记本的事情，果然在隐瞒些什么。这也是一个人的，果然是只有他一个人。僕はモノクマ。嗨，欢迎。那我就给你最后一个提示吧，妈妈眼角变成信封，按照最后提示咯。摸摸我脚边信封，信封是这个吧？不，没告诉你，我不接受任何跟内容有关的问题哦。那是什么意思啊？别多问。我一边对黑白熊奇怪的话感到不安，一边捡起脚边的信封，然后看了看信封里面的东西，里面放了一张照片。What the？ 嗨，这是啥？等一下，那个十万，你的手是不是有点母汤啊？你把盾子的脸遮住了，你把盾子的脸挡住了，盾子好可怜啊！照片上全都是熟悉的面孔，跟我一起来到希望峰学院的同学们，不对，可是。五元同学后面的这个女生，只有她我没见过。不对，我应该有见过。没错，我跟师生一起在校长室翻阅的资料上。咦，站立台？那这个女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跟站立台在一起？不对，更重要的是，说到底，所有人一起这样拍照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怪，而且还穿着没见过同款式制服。不过正确来说，不是所有人，因为这上面没有我，独缺我一个人。照片上除了我以外的只有一个人。不过我没在照片上也是当然的，因为我没有拍下这种照片的印象啊。先不论念这同一所国中的五元同学，我跟同学们第一次见面是来这所希望峰学院后的事，所以我没在照片上也是当然的，不自然的同时，在照片上的同学。我一直以为他们跟我是一样，是在这所学校第一次见面，可是竟然有这种照片，就代表不是这么一回事吗？那
抱在一起欺骗我吗？也就是说，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不不，你要真知道到什么时候？秋啊，奶奶，真的很碍事哎。所以呀、啊，好了，快点出去啦。可是，一个一个，我说过嘛，不接受包啦。妈呀，哥嘛，可能在推理游戏中公布答案呢，这种吉祥物也太标新立异了啦。又讲听不懂讲什么东西了，不打算做任何回应吗？可恶！已将合照记录在手册中了。其实我已经稍微有推测出那个是什么了啦。结果我在体育馆里得到的只有混乱而已。我带着这个拖着步伐离开体育馆。什么最后的提示啊？只是让我更不明白而已。这就是黑白熊的目的吗？这是黑白熊为了扰乱我故意准备的假照片。不过照片是弄得不觉得是假。那么果然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直接去问大家好了，这样一来应该就有。不，我一定要弄懂。不，我一定要弄懂。我一定要弄懂。所以我下次找人吗？把书布在这里。他在这里，那就是去找他这里。哎，不是这里。书布。然后是里面那一间。哎，食神，我有事要问你啊，食神。那个啊，我有件事要问你，食神。やめろ。现在我跟你无话可说，别一副跟我很熟的样子。啊，食神，等一下啦。当然，食神根本不懂我就这样走掉，为什么？为什么要那种像是在躲我的态度？到底？宿舍的书包，宿舍吗？应该就是餐厅。小杰，草原的同学，你在这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苗木，我赶时间。咦，还来不及叫住他，草原的同学就全力冲刺跑掉了。草原的同学，为什么像是要躲我样子？到底你们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啊，去宿舍楼看一下，搞不好可以跟他讲话。嘿，小杰，还有事情。No， 别在那边乱乱乱乱乱乱乱。七七七七七七。嗨，姐。成哥是什么东西？大意，不、哦，原来那么窄。你从刚才开始就是怪怪的耶，每次跟你说话你都会吓到、啊。没有啊，没有啊，抱歉，我其实也跑也吃的跑掉了，但是夜莺为什么这样？来不及，简直就像逃避，简直就像在躲我，为什么、啊？到底还有一个人在哪里？竟然在这里吗？好苗木哦。原来是在等我，成哥，成哥，一年级明明就比他还大。再次来到生物教室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倒在地上的他。咦，虎克同学，等一下，那个尸体被拉出来了，你不生气吗？虎克同学，你们还好吧？该不会是死了吧？啊，出现了屠杀者。好冷，异常的冷耶，感觉会感冒。我在这种地方睡觉，那会疼吗？那好的呢。我又昏倒了。然后你就看着我的睡脸在那里自得其乐吧。没有了。なんか気になる私から。
那不然是怎样？骚扰男呢，兴奋不已。话说回来，你怎么会昏倒？昏倒，一回身就在睡觉了，应该又是那个阴沉鬼又做了什么吧？这样啊，一旦能够改变记忆，就不会继承了。对啊，居然是动痛了，但皮疼痛。哎呦喂！别说的好像都是缺点呐、啊，这烦恼实际上有点不是吗？这个人不记得的事情，我还能记得啊？换句话说，就是两倍啊？不对，不是吧？感觉是两倍。为什么这个会是线索？好的，先不说这个了，那个在哪？不告诉我的话，小心我杀了你哦！是他应该也在某个地方搜查才对。一个人，我想应该是。某一个，果然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必定跟白大人有关的事情，我是专家。白大人一个人很寂寞的。武装同学一边发出诡异至极的笑声，一边跑走了。话说回来，我还来不及问他要照片的事，不过问屠杀者也没用吧？而且现在应该有其他事情在确认一下。武装同学昏倒也应该昏倒，应该有什么原因才对？这个吧，冰柜是开着的，不过之前来的时候明明全部是关着的才对啊，那应该就是原因吧？そう。武装营昏倒了，武装同学。来一个。我来晚了，没事的吗？え。抱歉，太担心了。没什么，你不需要道歉。南猫同学，快出回来这间房间。这是。どうやら。试停时间吧。对，没错。やっぱり。果然这样。然后釜山是因为看了冰柜里面才昏倒。你知道釜山同学会昏倒？对。我刚才跟跑出去的屠杀者擦身而过，本来以为他大概是打喷嚏，不过看到这间房间就知道真正的原因了。どうやら。他应该是想要调查这间房间，然后不小心开了冰柜，于是看到里面的尸体就昏倒了。真是吓死人了。总之先把冰柜恢复原状嘛，总不能一直开设吧。好，也对。来一个。南木同学帮我一下。护士同学走进冰柜，把手放到冰柜上，然后停下动作。怎么了？看来等一下再把尸体收起来会比较好。咦，为什么？因为放在这里面的是张海的尸体。张海的尸体？真的吗？张海的尸体就在那个冰柜里吗？なるほどね。应该跟以前一样，在我们进行半径审判的时候被运来这里。莫伊所说的。因为没想到还要继续进行江南海的班级审判，それは或许是这样吧。无论如何，这下终于能可以调查他的尸体。对耶，物业同学上一次搜查的时候没有时间调查尸体。来一个。那我现在马上重新调查江南海的尸体，这次一定要从这具尸体中找到线索，揪出莫恩所的狐狸尾巴。那么我该做什么？就在旁边等吧。等一下我会把搜查结果告诉你。就算叫我在旁边等，我也。啊、然后呢？是要做什么？那张合照应该也问一下物业同学会比较好，毕竟照片上也有物业同学。哎，物业同学，你一边调查一边听就好。我有问题想问你，什么事？关于刚才的黑白熊广播，如果你是要说给提示的那个，我没去。咦，为什么？だって。那这种时间点给提示，一定是想要扰乱我们吧？而且就算没有提示，我也会靠自己的力量解谜。这样啊，也对。虽然很想听物业同学的意见，但应该没办法。而且从刚才物业同学刚才的态度来看，我不觉得他是要想要骗我。那果然那张照片是莫恩所用来扰乱我们的陷阱，的确是扰乱我们没有错。也对啦，不然说不通啊，不然说不通啊。啊，怎么我还是一样的？等一下，跳。所以我要点尸体了，我实在没有勇气，不敢看你啊！问我在干嘛、啊？看见了？已经看过了啊！再看一个，现在没有这个垫子吗？对了，这块塑料垫，我就觉得好像那里看过，就跟植物体验里植物界里那块塑料垫一样，而且那块塑料垫上应该有盖生物教室的印章。也就是说，被拿来植物庭园进行伪装的那块塑料垫，没有错，就是这间生物教室的东西。好哦，可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那我可以去拿吗？小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结果了？看尸体吗？傻小还是不？我还是这个没点过。
是这个吗？现在更重要的是，左半边弄着灯，右灯。どうやら。一定是使用中的冰柜才会亮灯吧？使用中的冰柜会亮灯，但是灯亮这个包含装有装了海水的冰柜，怎么会点到？居然是点这个哦，九个灯。生活教室跟你公司。有木同学，我调查完了，已经调查完了吗？好快哦。嗯。慢慢做的话，任谁都会做啊，所以说明我也会承担责任。所以你有找到什么线索吗？我仔细调查过尸体的伤口和出血的痕迹，看来腹部出血和后脑的伤痕都很有可能是死后才受伤。嗯，因为尸体焚烧的影响变得很难看出来，不过应该没有错吧？也就是说，腹部的伤口和后脑的伤痕都不可能是致命伤了。那么，那具尸体真正的致命伤是？因为爆炸造成的剧烈损伤，尸体身份不明。爆炸是在这被害人死后发生的，腹部的刀深达后背，被这把刀刺伤了很久。此外，后脑有遭到殴打的痕迹，应该是被跟铁管差不多粗的棒状物殴打的。除此之外，全身有多处伤痕，但都不见于发生的事情全部有什么。这我在讲啊，就跟我当初讲的那个有错吧，张海，你是幕后手吧？剩下的可能性就是全部的多数伤痕，但那个好像旧伤。そうかしら。没有说那是旧伤。だって。黑白熊档案只有写不是境内发生而已，那有什么不一样？違うわ。有很大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个词带来的印象。ね。你好像是从以前就有的伤，最后联想到这个词。だけど。可是这种联想只是先入为主的想法，旧伤这个词给人的印象，会让人觉得跟杀人事件无关吧？所以不是吗？可是我们应该是在张海被杀之后就马上拿到黑白熊档案了才对啊，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不是致命的伤，果然不能想成是致命伤吧。じゃあ如果张海被杀这件事本身就不是致命的事情呢？咦，少なくとも应该可以当成一个可能性吧，对啊，他本来就是不是啊，一种可能性。侦探没有超能力，没办法一开始就导出一个结论，所谓优秀的侦探反而是一开始就在脑中构思很多的种的可能性。つまり不被尝试偏见和既有的概念扰乱，从构思多种可能性开始做起，然后透过不断的修正仔细判评断这些可能性，告诉你侦探的行事风格或许没有用，但是既然以解谜为目标，你或许该学起来才行。可能是因为我在写小说的关系，他就想写说不是进入那个伤，我从这一段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会觉得说，应该是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但不会是旧伤那种感觉，就是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的话，因人而异嘛。有些人会觉得可能说是，可能一年前、一个月前、一个星期前、几天前。那进入内他只是说进入内，可能就是两三天内不可能，可是也有可能就是三天以前的伤啊，那种感觉。所以我可能会比较不会被这种影响，对我比较不会被影响，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我那时候评分是没错。另外如果关于尸体想要知道的事可以先问啊。对了，我有个问题，刚才看张海的个人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他的身高和体重。それは身高169公分，体重44公斤，他的伤痕是85除80的，对吧？你记得啊，身材真的这具尸体确实符合那些数字，真的假的啊？那果然还有关，而且还有芬尼尔的刺青，应该不会错。死的人就是站在他。我可以看我刚才，我在觉得一头雾水，不对啊！他在这一句话打乱了我之前原本的推测，到底在冲啥的？我不懂。それで。想问的就走这个，对，我想应该是吧。じゃあ。那么这下站在他的尸体就没用了。走吧，这里好冷。啊，等一下，你不帮忙把尸体推回去吗？这样铺路状态不是很可怜吗？哪只？可怜？你忘了吗？他也是敌人之一，他是超暴动体的敌人之一。可是啊，既然被杀了，就代表他终究是个被害人。ね。你知道自作自受这个词吗？或许是吧，但还是，你真的很天真啊，真的天真的让人无奈。但是没有就此丢下我，而是帮我收拾了我的同学，用他的话来形容。应该也很天真吧，你这个鲁班哦。这那么这下这间房间的搜查也结束了，接下来再次分派行动。啊，等一下，
最后应该还有一件事才对，非问巫师同学不可。在置物柜里自己找到了那本笔记本，必须确认一下才行。啊，安上，看一下这个，这才真好。哎，巫师同学，最后一个不论如何都想问的问题，哪里？什么事？你说说看。你来到这所学校之后，真的没有见过你爸爸吗？哎，咦，それ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宿舍二楼有一个置物柜室吧？嗯，我知道。可是那里的置物柜只有本人的电子学生手册才打不开吧？我用了紧急电子学生手册。なるほどね。就是校长房间那本电子学生手册吧？それで。那么你在那个置物柜里找到什么线索呢？找到一本笔记本、记事本，而且那本记事本，在我看来，只可能是巫师同学的东西。なんで？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刚刚也说过了，那个置物柜应该有只有本人才打得开吧？而且无法想象那里会有分配给我们的置物柜，毕竟我们是最近才能踏进那里的啊。换言之，我不可能用过那个置物柜。说到底，我为什么要把记事本放进置物柜呢？确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那本记事本里称呼校长为爸爸。もしかして？既然如此，那个影片也是真的吗？那个影片。大木君。杨木同学，看来一切都连接起来了。虽然是以最糟糕的方式连接，就是什么意思？我等一下会去置物柜室里看看，我想请你确认你刚才说的事。那我先把校长的电视学生手册给你吧，只要有这个。それは。不，不需要。如果我想的没错，那个置物柜应该能用我的学生手册打开。毕竟那个毫无疑问是我的置物柜啊。木西同学的置物柜。ナイキ君。你看了这个就有懂了。那什么？第78届在校生紧急离开。それは。这是你离开之后，我在那间隐藏房间里找到。とにかく。没时间仔细跟你说明我的想法，总之你就先看吧。这样一来，你应该也会有知道这一切的意思。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的记事本被放在置物柜里的意思，有点听不太懂。但总之就是说，这篇 DVD 有重要线索吗？ナイキ君。还有最后一件事，你能陪我闲聊一下吗？つまり，就结论来说，我整理不出个所以来。反而还越来越不明白，甚至连我自己的想法都不知道。不要这样，我讲错了，讲错了，不是学长了。你是说你爸爸是对吧？应该已经没办法找出答案了吧？将来永远不可能。摸黑手都是因为那个家伙的关系。だけど。不过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不原谅摸黑手的念头。私は。我不论如何都想要赢过摸黑手的理由又多了一个。木西同学的眼中蕴含这意志坚定的火焰。想要赢过木黑手的坚定意识，真不可思议！知道他死掉后，竟然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他过得很幸福，我一定不会有任何感觉。那姐，但是为什么呢？我竟然如此不容许他不幸，真愚蠢，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他这么说完，轻轻一笑，笑容显得非常的哀戚。好了，先到此为止吧。为了达成目的，还有很多事情非做不可。嗯，也对。ね。不过至少记住一件事情，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不论那是正义还是邪恶，或是最好的，或是亦或是最糟的，什么意思？ナイキ君，就算最后获得的真相是绝望，仍然唯独不能放弃希望。那是当然的，因为只有积极是我唯一的优点啊。也对呢，抱歉说了很奇怪的话。じゃあ，那我先走了，等一下在最后的班级审判上见。我们互相道别后，巫师同学就离开了生物教室。那么我也得走了，从巫师手上拿到 DVD。只要去视听教室，应该就能确认你们的影片了。这些同学虽然说这是绝望的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不管他是什么最糟的真相，我都不会放弃。好了，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吧。虽然还没有结束，我觉得应该已经离审判的部分已经蛮近了，因为我们的线索好像也是拿了蛮多了，我觉得不可能再多下去了。再多下去的话，玩家都要喊太多线索了，好乱啊！那好了，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等下个星期，所以下个星期应该就是一代的最后一集了嘛。那就对。那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的话，记得下面按下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会收到直播通知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